有什么新品没尝试过？我如果我家里有好多好多人就好了。可以买这个了，虽然这看起来并不好吃，看这个好像黑暗料理。其实我感觉这个看起来一般般吧，这看着好甜。这个蟹腿，不，这个蟹，你说你会做吗 ？Hello， 我觉得龙虾不好吃，大龙虾。其实他如果要做的话，是不是直接蒸就行？对，啥都不用，盐要吗？当然啦，要吗？大龙虾。15.99，这是整只的吧？不是一盒5个，而且它这个龙虾跟那个龙虾、哦、是尾巴，那个龙虾长得不一样。对，它有那个豹纹。这个也是150，这209。但这个大呀。这什么时候吃完呀？还有柠檬。来吃虫子吗？吃。是一盒嘞，这是。那一袋儿的那是柚子吧？这是多少钱？